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中医大特别的有几个特色的产品，在医疗展会跟大家介绍。一个是一体的卡伽马德的 T 的对癌症细胞的治疗，一个是 AMI 眼剂的EKG 的预测，另外一个是致抗性的细菌抗药性的预测，那最后就是一个三特异性的抗体的蛋白，还有一个是外泌体的癌症的的治疗。那这几个产品我们就是在一直在获得国际的学界的肯定，那也在南向计划里面获得很大的回响，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我们中医大的展场来观摩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中国富裕在我们周德阳院长的大力的推动之下，建立了所谓全方位智能的抗菌的一个平台。这个平台包括了早期的一个败血症风险跟致死率的预测，个人微生物的抗菌谱跟抗生素治疗的辅助决策系统。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应用质谱，那机器学习的一个抗药性的一个监测，利用了这四大的一个平台，的确提供临床也是一个优化抗生素使用的一个需求，可以减少一个病人的住院天数，改善病患的一个预后，可以减少一些不正确抗生素的使用，减少健保的花费。急性心肌梗塞是内科急症，需要赶快的诊断跟治疗才能够挽救生命。中医大首先在急诊导入 AI 辅助心电图的诊断，缩短了 D2B 的流程。那接着我们跟台中市政府跟南投县政府合作，在14个消防分队导入这一套系统，挽救了许多的病人。那未来我们会扩大使用，挽救更多的病人。WT1 癌症疫苗是本院2022年最新开发的细胞治疗，它可以强烈刺激患者的免疫反应，并且增加抗癌特异 T 细胞，直接摧毁癌症组织。患者不需要开刀取出肿瘤，只需要抽血就可以制成。临床实验证实，对于大肠直肠癌及乳癌都有明显的疗效。因此 WT1 癌症疫苗它可以提供我们医师更多的武器，增加患者抗癌成功的机会。外泌体是由细胞所分泌出来的纳米载体，具有高度的亲和力。我们透过基因改质的方式，在外泌体的表面装载到能够辨识癌细胞的抗体，并且在内部呢装载了两种不同的药物，一个可以击杀癌细胞，另外一个可以抑制癌转移。我们希望这样创新的药物可以帮助病人，他有更好的工具去抵抗癌症，并且达到一个更好的医疗品质。上述的这些产品都在学界跟业界获得很大的肯定，那也在我们南向计划的马来西亚的宣传获得很大的回响，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到我们展场来参观，跟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说明。